阿弥陀佛，调息师铁。来，我们南丁丁内百公啊，霍元茶嘛。好，再来主席多同号，主席就是主人家，啊，就是主人家的意思。多同号多就很多，那同号就是贤达人士，啊，就会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那群风半不化，那个化是口字边的化，喧嚣的意思。而不化就是没有声音，寂静无声。那群风半不化就是群风相伴，那四周寂静无声。好，招来还独简，招就是早起来，起床以后，哦，起床以后，那还来就是起床，哦，就早上起床以后归还上之前借的书，哦，独简就是书啦。啊，在字义上解释就是说被重铸过的旧书，这个是读，嗯，读是书，读简，读简是书，读简是书，嗯，是书，哦，就是统称书的意思。变其故朝搓，哦，变就是旧，其新奇，啊，故朝就是故乡或老家，哦，变新奇，思乡的感叹。好，便掀起思乡的感叹。那后面小字的这边余居半岁，这个干净景一股感快啊。余居半岁说他来这边住半年多了，诸公宅酒不错，那就是说去那边以后很得酒摊不停了，说白了酒摊不停了，就是一些朋友啦好朋友啦就一直常常邀约他喝酒啦，好，不错就是没有间断啊，宅酒就是酒邀约，啊，就是酒宴邀约酒宴，宅就是邀请的意思哈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讲的就先讲到这个部分，啊，先讲到这个部分。OK， 那我们就针对这几个字来做说明示范。来，第一个主席的主，上笔牛笔过来，就拉过来，再带下来，上去下来，递了过来的话，好 ，key， 上松。下紧，好，拉过来，停住就可以了。好，上面比较松散一点点，下面比较紧凑一点点。好，主席的足，好，席，偏左哈，重心偏左，那接按拉过来后，这里推上去一点点就带下来了，拉提再压，挑起来。好，这边是我往上挑。挑起来后，这边要特别去注意哦。这边来讲，起来是先带到这笔画，啊，这笔要带过来哦。那这边正常来讲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过来，啊，应该这样子过来。那它这边来讲变成像这样的结构，我们稍微变成横笔，变成这样子。好，这边过来后，接过来推上去的话，再次好这里金的部分，落起来加提的话。好，看好不好，就直接原本是这样子，那变成这样子，这样知道了哈。好，主席多多没有什么的哈，直接他把上面的细的点省略掉，这里顿，然后折回停一下再过来，然后再过来顿再起来，这间就直接顿一下，然后直接拉直，在一个小度起来，再带过来。这个地方常会省略掉哦。那我们在写草书的时候是这样，一二三，一二啊，再起来，一二啊，再三，再这样过来啊，点怎么办？打叉。啊，这个好多怎么办？变一个就好了。草书的写法，这个或这个都 OK， 所以这边它省略掉啊。其实我们这边常会把它变成这样子，绕起来，再绕过来。好，把这个代笔的部分当作是这个点的部分。好，绕圈圈的，考考你啊。好，就这样子的。主席多同号，来同没有什么了，压笔粘住软，然后再挑起来后，直接这边。它的正上方，竖笔的正上方，压笔往上挑，变弱，然后停住，往下，
裸停住拉钩，斜线斜线。那这边来讲，来的爹爹啊娘，而右来啊，奇怪 ，sakuri， 这个横比他讲他写的很小，哦，写的很薄弱。好多同浩浩女士编号我们讲过了，那转折刚好在竖笔的手笔竖笔的位置，加多了好，这里外加停哎，弯再弯转弯过来，直接跟直连在一起停停，一样那个小三角形，下紧上松，下面紧皱上面松，那这里左边紧凑右边松散。所以在整个松疏密的部分可以稍微留意。我们在写行草书来讲的话，行书啦或行草书来讲，就在它的疏密变化当中去掌握。好，群群的部分没有多大变化，那赶快。好，这边直接推上去，拉下来，那边一再次滑笔 kill， 错拉下来，斜直就好了，停住起来压一下。好，这里直接往右压挑。这个地方还是口的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这两个点是口的地方。这边为什么拉平？因为它要顺势带到阳右边的阳的部分，所以这里右点我们正常是这样子这样子拉上去嘛，那它把这个点拉横的带上去，这叫顺势带到这里来压，这边再上去，这边大刀扫一下，扫来了一，这边十转，扭转，停住贴，再这边接下来。这个笔画拉的比较洒脱一点，接带下来，哦，手指头去带笔压下来就可以了，哦，那它没有拉直挺挺的，它是微微带点小弧度，哦，微微带点小弧度。好，群风来直刷乱怪拉上去，这边直接错笔压笔多量，直接带过来停杀，够杀处理，好处理，加。都靠等啊，顺时针的方向压起来拉回来，哦，这里一个柳叶飘这样带过来拉回来，然后在里面一二三 clear 一下以为软的，哦，所以这地方是很洒脱带一下而已，哦，风的部分群风半来一样顿拉，那这边，哦，顿拉拉长以后，那这边再带短短的，好，这里这边紧凑连在一起了，然后抓软加 U 等 ，Kitty， 个软，然后顿一下再拉，这边直接拉上去，再也直接糊掉了。再跨后哈，再 Kitty， 这样子过来要直接压扭下来，造成它的一个方笔，那开始变细。哦，这边的方式，这边是这样过去上去，直接推上去挤压下来。造成这边的一个方笔的状况，啊，所以这个要特别去留意。好，封半部，好部这边一样压这块笔抓拐，停住起来推上去拉出去，过来带点小弧度，停再从这里压就可以了。重心会稍微有点斜，哦，有点斜。画它应该口字边了，那它这边把它写言字边，来这边一个牛笔右等，好出落那边重，那这边一样再长一点点下来，直接转个二 ，kitty， 那这边下笔再上去一样大扫一下，过去好一二拉回来，然后这里拉低拖上去下压。就好了，这个地方滑的部分呢，我起码做个拆解一下，但是这样子过来，这样子完了以后是草字头部，那这边，哦，这边的部分，这边就是我们在写这个十字的部分，好，哦，要写十字部，那这边再带过横笔，就是我们在写的长笔，两个笔画，所以这个地方，哦，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写的这个地方。那这样好，哦，所以如果说我们写中华民国的华的话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啊，哦，中华民国的话就这么写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栋弄卡粗，
好，这里先鸟笔过来黏住啊，往左收，拉起来，重心压低，然后抓管黏住上去，短软，好，提上去，推上去又软，带点顿笔拉起来，从这里上去顿拉，往左来，往右，再往左上拉提，拉提压下来，提一下再压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勾的地方软刹住，直接挑起来就好了，挑起来算是起节，起来个起节。好，右侧这个地方来，来这边为什么我们在写的时候有这样的写法，又有三个横笔，因为这里写快就变成横笔了。好，左点右撇连在一起就变成横笔，那这边已经就隐隐约约把那个位置把它带出来，它还是点撇啊，这边还是点撇，可以料直接拉下来，那这边点起来在撇的部分，那它拉过来要从这里上去，软带点小弧度上。上长，那这边来讲的话，以往都是上长下短，那这边它反而上短下长，拉出去，没，这里是平的，好，拉去转碗，从这里带下来，停住，那这边撇点撇，那久了以后就变成这样子，所以为什么会有的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有的是用这些方式，啊，就这里去连贯性。环，来这里连贯性 ，K I 带过来收，好拉一二撇起来斜的，好将这边来讲的话，撇奈常常只剩下一个点，好常常只剩下一个点，我们写衣服的衣有没有？这里撇奈，我们再写的时候变成这样子。这个地方就带要撇奈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会变成这样子。那点出来以后，直接提起来带过来压，好，搓，再一次搓。那这边重新起笔，这边拉，停住就好了。好，停，停，提，停，提，停，拉就可以了。好，堵，还等于一种堵虫吧。菜毒还将堵成，好堵的部分，来先看它的结构啊，它的结构比较复杂一点点，上面是一个这样子，好像皮囊的囊，好一个皮囊的囊，它下面才是虫，啊下面才是两只虫，那中间石头也是，中间石头。原本是我记得好像是两个口还是三个口啊，有些变成是这样子，对，啊，啊，所以这部分，他这边就把它省略，好像变成好像有点感觉，像那种和尚头一样，和尚的上一样，接杆杆。好，那这边来讲的话，这两个地方好多横笔贯穿，变成一个就好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那就直接一个就好了。好，竖笔来，啊，这宝盖头。帽子美宝盖头是帽子的部分，好下来，从这里细细的带过来，好，那这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好，目前呢就这样子的，一二三变成一个横笔就好了，好，啊下面一个十，十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好，这样过来以后，一刀靠起来，从这里带一个横笔再撇笔，好，那我们讲过嘛。口的部分可以一点，可以两点嘛？这边他用两点，这样几嘞？这个抓出来，好，这里是死的部分，好，再来虫的部分，虫的写法就是这样子而已哈、哦，这样子，啊，就绕个圈圈来安那俩，啊，这边如果没有的话就往下带，那如果右边它有就再往右边再带，所以两只虫就直接带过来哦。好，接拉上去 ，Kitty 软，好，一只虫出来了，第二只虫，这边顿一下，再拉过来，让 Kitty， 好，这里他把它拉水平，再拉回来，好，我们把它完整的把它写一次啊、哦。
来，横鼻、竖鼻、鳌、帽子。就好了，那这也是要代笔带到下一个字去，好 ，OK。笔顺这边是连续拐拖拐，好，我把它拉线条拉开了，让你们看。好，读简，简就是书，啊，读简就是重铸过的书。好，压，撇一下，再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这里。少了一个点，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右侧好像少一个点，怎么样？其实它没有少，是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大家感觉好像少，因为它用什么？它用草书的概，用草书概念哦。好，撇过去过来，那这边它是用这样子。那这边再把它拉下来，所以列挂就刚刚这边，啊，知道吧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啊，撇横，啊，所以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。好，完了以后直接带过来，停下拉，短短的就好了。好，这边起来，上去搓，斜直，停勾，好压上去绕个圈，勾起结，完了，停吧。哦，这只是一个日，它糊掉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再好。好，变，这种大笔刷笔啊，压下去，拉下来，好，过来，这个逆软，好，推上去，起软，绕个小圈，上去，好，带点小弧度，第二条圈顺势过起软的话，拉回。他这种大压笔的反而好写哦，你要讲迄种较幼诶、较幼咯，像咱两米八下来起来讲的话，反而那个绵绵嘎嘎的真。而像他这种大刷笔的话，他都很洒脱，就这样刷了料，比较洒脱的去带而已哦，比较没有那种细腻处，看不看要点麻烦。好，那起的部分这边细腻度处就很多了哈、哦。好，这边落上去，贴来抽诶，起的量落来，然后往左错拉，那这边起来。推上去，拉下来，停住。好，上提一点点，往下压，再平推。它几乎是维持平的、哦、甚至后续会有点这样上扬上去。好，推出去要起来，从这位置上去下来，小小的要直接起来，从这里推，再拉。啊，要不要再带下来，就看下面的状况了。哦，这地方是顺势一笔完成。来起固。它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折笔的状况哦，这样拐料这里会这样子节节上挑上去，再带下来，那这里接一啊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骨的部分啊、哦，这地方它是一个折笔的部分哦，而拐料它就这样压上去，又起来再起短哦，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好，带上去以后，所以带到这里，十转，这边一样十转拉回来，这边都顿。这边用十转的，啊，再讲口口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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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边都是钝的，钝的，钝的。来，长，只要遇到这个结构，干嘛不好写啊？只要遇到这样的结构，啊，都不好写。那么在这个结构来讲的话，它会把这个变成大小的小，啊，但是我们是从这里带过来，啊，会变成写个三的感觉，啊，所以这边来讲的话。压笔段，起来七段，然后这里，那这边来讲的话，带上去，带过来，往下往下，这里是由上而下拐，搞这靠起来哦，哦，下这里绕上去，这里再拉过来，拉过来就要带到果的部分，然后从这里拉回来。那这边一样，再带过来，从这里拉过来，停住，上去，停住，往左压，起来，再压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由左向上笔进去，好，八面出锋，八面入锋，所以你可以去网络上去找哦，
米谱的八面出锋、八面入锋，它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图示，让你知道一些示范的文字。好，搓，两个口拉得很高，那把它拉得很松，一、二，那这边带过来，空间是一样的哦。你可以看一下三点一撇，这个空间间距间架是一样的。这间架是一样的，抓过了，直接上去软，然后一样上松下紧，然后拉推出去，停住，拉回弱弱的压，拉长，再推出上去。下面的横笔它还是维持它原本的概念，往左下角到中间，要往右下角沉一下，再拉回来，呈现一个有点往下的一个弧度，稍微有点往下弧度。那一样，我指上面比较松，下面比较紧凑。好，这是它的一个主纹。再来后续几个鱼居半岁，来这里直接拉下来。好，这里直接逆时针，起来了直接一，好斜度二，正中央下来停，直接压起来，现在扭一下就可以了。断笔，断笔。断笔，断笔，这连笔，那这一笔是很洒脱拉下来，那这里逆时针刹死，鱼居，来这里它是有点用到那种草书的概念哦，压拉起来，这地方，顿顿再拉起来，那我把这个做的比较夸张一点点，顿。起来后直接折返，停，起来推上去，上去直接下斜度，软料直接下压，管上去，三角形就好了。这地方是带上来直接滑下来。好，鱼居半岁。就半年的意思。好，压起来，拉过来，过去，过去，转一下，好，推上去，从这里拉下来，上面松，下面紧一点点，上面长，下面短一点点。好，岁，他这岁把它写的比较重心偏左啊，那压一下，这里拉，带回来。那这边带到这里停住，那再拉回来，从这里拐弯提起来，那再带上去，好像在写个木一样。好，一左，那这边再一右，再推上去，拉平一点点，扁一点点。好，起来，从这个位置再拉回来，再带过来。好，这是连贯性的一个动作。连贯性的动作，看一道啊。手的摆荡的部分哦，好，拉好起来，好带过来，带回来，起来要直接推上去，然后起来压，转，拉上哈。好，手头的摆荡的部分去把它做出来。鱼居半岁，猪，言字边，点挑，点，那挑上去，扭下来，直接拉上去，直接拉上。那这个挑不见得由上缘，我一样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，往由下而右上，不是原路回拉回去啊，它这样带上去，要带到这个地方来，那就起来。好，这边直接折笔乱撇出去，那这边再压就好了啊，压顿再起来压啊，这边已经很洒脱了，就直接撇下来了。它是有往上提啊，上来要再拉下来哦。好，猪弓，弓部那它写的很小字，那一样拉出去压一下，那这边再直接拉下来，这里拉下来就好了。他把它写的很小字，这边，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动作而已。宅久的宅，
来，这一单肩胛下拐，这边的一个折返，然后可以折返软，然后往左推，拉上去，停，那这边再拉回来推，再直接拉下来，拉回来，好，这里带拉出来，上去下压贴来，直直下来，停住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会以为它是斜劈，那，好，它还是维持侧的劈，是这样带过来，往左起来，往右再折回。啊，再把竖笔拉下来，就有刚巴起撇捺的感觉。它这是横笔，好，所以这地方特别去留意到。好，竖笔多亮，直接拉起来，停一下，好，拉下来，刹车，起来为再拖软，拖到个这，再右转就好了。好，这边拉出来，这边一个小弧度，窄九，来点。好，拉出来，拉上去，直接带到这边推出去，折回，带过来，好，直接停住，上去停一下，顿，收住，拉下来，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这边直接关门，这里是空的，好，那这边你洒脱去做，或直接就这样子过来以后。也 OK， 啊、哦，写个好像二或三都可以。好，再九，不错，来不压一下，起来再压，拉回，停，撇出去。那就后面再拉一下，往上拉一下，这边拉一下，停，现在压就可以了。那这边的姿态就很多了啊，光我来给老乡弄来布啊，那姿态都完全不一样。好，今天我们讲的最后一个搓，来横笔，好下压，这里拉回，好重心偏下，这里要拉回过来，这里没有停笔，直接拉上来而已啊，再上去直接就是推笔上去下来，上松下紧，停住右，直接从这个松的地方然后带过来，啊带过来来讲的话，这边的笔顺要特别去留意到。有些他我看过视频，他有两种方式，一种他这里带过来，还有直接再从这里再带，然后再带到这里，再这样子带，哦，还是照我们正常的笔顺这一个带法。另外一个带法，它是这里一个笔顺，然后把它写在旁边，哦，这边不变。好，他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带，我把它拉开来你就知道了。这里一个结构，这里一个结构。那这边来讲，它是上面先完成，再完成下面的部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这边是一、二。好，这两种方法，那以这个来讲的话，会是比较以这个为主，哦，以这个为主。但我看视频是有这两种方式，好，这让你们做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米芾了讲到这边。